来，牛顿，最近好吗？你是怎么穿越到现代的？那天我在树下睡着了，你又被苹果打到了吗？这次是一语贯口啊！不是吗？那怎么会随机掉落地面的食物啊？真的不要吃啊！吃了我中毒，结果跑到医院狂拉，结果马桶里伸出了一只手，就把我拉到现代啊！原来是这样，幸好你到了现代。这个时代啊，有钱啊，什么美食都吃得到，就连鱼浪漫都可以，你想做什么都行，是不是很优质啊？是啊，这个现代啊，钱也像苹果一样，只要设立好系统，赚钱，钱就会不断的从天而降，是不是很棒啊？是嘛？那借我钱啊！安心，借钱要还啊！钱啊，就是会从天上掉下来，对吧？尤其呢，是从我这个浪漫牛顿身上，更是可以啊！是吧？是啊，啊！不信的话，你不看看吗？哦，哦。跳球，那好多跳球啊！